传承，以爱以德传家。净慈书轩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大家所尊敬的，也是对岸许多同胞所尊敬的辜振甫先生家的几位女公子和公子，一起来谈谈大家所共同敬仰的，而且给我们留下很多风范的辜振甫先生的许多的德行传家，以及带留给我们后世的很多的典范。回答主持人的话，我觉得我们几个人长大了以后越来越发现自己是很像，而且我们是其实我们里面是非常非常像的。那我想这个就跟我们的父母亲有很大的关系，绝对的关系。就是刚才那个秉承董事长所讲的，就是说你还是受到他的这个感染，这个熏陶，潜移默化。虽然你知道这个长辈希望你的去做的事情是什么等等，但无形之中还是会，所以一开始会感觉到汪洋大海一样的茫茫然不知方向，但是慢慢慢慢摸久了，还是可以知道说自己的性向以及家长们的期许。我想这个都是对于我们下一代的人非常重要的。我想怀兴老师，你已经打开话匣子了，我就顺便再问你一个问题。您原来在这个台大外文系教书，这是大家很羡慕的，可是您后来怎么毅然决然的就是专职于这个新舞台这方面的管理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当然新舞台在台湾，就是在台北来讲，最近几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文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中心，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样子你的心路历程。我想这也就是回到主持人刚刚的问题，关于我们在文化跟教育上面是不是传承了爸爸的什么。那我想我讲完以后可以问问妹妹，因为她在助学方面我想做的是非常的多跟好啊。然后弟弟呢是他赚钱被我花，因为文化是很费钱，这是分工，这是合作，这是极良好的分工。在此这个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家的人是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艺术。那昨天晚上我在想我今天要来这里要讲我们几个人到底像不像的问题，跟是不是爸爸妈妈感化出来或教育出来的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对艺术的喜好可能是在学里更多于是后来有哪一个人规定我们要去喜欢。怀如喜欢他喜欢烧陶，他喜欢啊。然后陈允他很会照相，怀真喜欢画画，那我呢就喜欢看别人表演，所以我是最懒的那一个。但是我们为什么大家都会很喜欢艺术呢？因为我父母亲都很喜欢。先父呢，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曾经他的摄影就得过这个国际沙龙奖的，很少人知道，是一幅一帧黑白的这个作品啊。那所以我父亲还画画，他的油画画得非常好，其中有一幅现在还挂在这个台泥的大厅里面。所以呢，我们大概小的时候就跟着他。然后呢，那一阵子他就很爱唱戏。那据说他喜欢唱戏是这样的，据说他结婚的时候，根据家母说，他就走路一结婚不久以后走路就这个哼来哼去。根据我母亲的说法是实在太难听了，唱得不够专业。杜芳步。杜芳步并唱，所以呢，他就鼓励我父亲说：“你如果非唱不可的话，你就好好的学吧，因为你这样唱好像不太对。”哎，那我父亲一听，正好他就是想学，正中下怀。对对对，所以他就去学了。学完以后，他就在家里大概每天一个礼拜大概有两次，他下班他就找一个老师来，然后还有一位琴师，他就吊嗓子。那我们几个人就在那里看，我记得我常常坐在那个门槛上，看爸爸唱戏。那很多人也都知道，我母亲本来当然是不唱的，因为她觉得我爸爸这样唱已经这个蛮吵的。结果由于那个我父亲常常下班都越来越晚，就那个琴师坐在我家里，这么直的坐着，然后半天都没有人跟他讲话，所以我母亲就说，那在等他的时候，不然你教我唱两句好了。
结果现在我母亲也唱得非常好啊，所以他们有同台演出的这个佳话，让我们自己我们也很羡慕的，不但感动而且羡慕。那所以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我父亲有戏服，然后有胡子，有很多胡子，然后还有帽子，然后他就挂在一个柜子里，然后等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几个就在里面玩，那是世界上最好玩的有捉迷藏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孤老很喜欢票戏，而且他也公开演出过很多很多场，他最喜欢演的角色是什么？我觉得他到后来的时候很喜欢演孔明。对，我正要这么说。但是他每次他聊天的时候，他都说其实我是很喜欢悲壮的悲剧的。不，他还是演孔明好了，我们看的都很开心。所以他也是孔明，我想他就是有一种后人就觉得他所谓的急功近脆，这一种有些事情啊，明知不怎么可为，但是如果你去为的话未必不可为。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孤老所以非常心仪孔明的这种的，也是一种德范，所以他无形之中在这么多的曲码里面，这么多的戏码里面选孔明，我想这个有道理。这也是跟后来他担任我们这个使者，和平使者，去跟对岸的这个汪道涵老先生，他们两位老先生能够在这个协谈很不容易的，这个建立起这个桥梁的过程当中，当然也包括我们刚才允辰董事长所讲的，他把很多不同的东西想办法归纳到，总是有些相同的东西出来。我想这个也是跟整个的孤老的他的这个修行德行啊是相当有关的。谢谢你对他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注解，我得以他为荣。总而言之呢，我到长大的时候就到大学去教书了，然后教的也还算可以，然后学生跟我也玩得很开心。就有一天呢，我父亲就把我召去说，你晓不晓得有一个人叫李宝春啊？我说那个没有听过。他说这个是大陆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叫做李少春，他的儿子。那他呢到了美国，最近呢有人请他来台湾演出，他说你要不要去看？我说爸爸，那你为什么不去看呢？他说因为我那天很忙，我有两张票，你要不要去看？我就去了。结果去看到李宝春演戏呢，他这个演的是一个关公，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然后他就说，我一回来我以为我就一溜而过，他说怀群，他说这个人演的好不好？我说好啊。结果他问我哪里好，那我就说这个是考试啊，我就一时非常懊恼。不过我就把我心里的话讲出来，我说我发现这个演员他连背都会演戏。我爸就说是什么意思？我说因为大部分的人要下场的时候就呼噜呼噜就走下去了嘛，要么有的还有很快还不到那个幕的时候就恨不得赶快跑进去了。我说这个人哦，一步一步的跨啊，他的那个他的摆动啊，跟他的节奏跟那个锣鼓合在一起就是非常的美，所以我说这个人八成是一个很求完美的演员，因为他连他的背影对下台的姿势对都能够演出优雅。所以那一次他就跟我讲下台的背影要漂亮，我说哦，但是他说那这个人这是另外一种境界了。对他，但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欣赏者，觉得说你看你如果在舞台的中间，你上来的时候每个人都看到你的脸，当然会觉得看到很多表情，你背下去的时候根本背是没有表情的嘛。那我就说这个人背也会演戏，就我父亲就觉得他得到了一点什么样子的想法。所以后来李宝春来台湾的时候，由于他在台湾是又没有亲戚也没有团队，所以他要在国家戏剧院表演的时候没有那个没有所谓的演出单位可以支持他。那我父亲就说郭爱群，我们故宫亮文教基金会来支持他好不好？我吓了一跳，因为父亲的名字组成的这个基金会向来都是做诺贝尔级奖金那个经济论坛还是什么，找这个 speakers 来讲那个演讲。那我说好，
然后他说你那你要不要在里面做什么？我说爸爸我做什么了？他说你副执行长好了。我说爸爸这个是干什么？他说你可以这个做制作。我心里想他这样说我就好嘛，可是我后来真的懂他的意思了啊。李宝春答应了来台湾演出以后，他一下了飞机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父亲把有他的名字的基金会拿来支持你。爸爸说你要帮他，我吓了一跳，我真的吓了一跳。他说艺术家专心的创作跟演出，他们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够很周到的。他在台湾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我们要帮助他，他才会成功。就从那个时候就做京剧，所以后来就是接了新舞台的这个工作了。那个也是因为做了六七年的京剧以后刚刚好有一个机会，那个中国信托跟中国人寿在信义计划区要买地，然后他们买在一起以后，由于我先祖父他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有买过一个舞台叫做台湾新舞台，台湾新舞台是我们台湾第一个演所有中国的不管是戏曲还是音乐的舞台，当时那个进口那种节目是非常伟大的规模，一次一船来是300个人，然后要照顾他们3-4个月，让他们在全台湾演出，所以他还算是先祖父还算是在中华文化上面蛮尽力的。那是大了，对。那爸爸就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那个新舞台被这个美军来轰炸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就炸平了，所以他就说我们来重建新舞台好不好？所以就用了中国人寿的那块地，刚刚好我的大弟弟齐云也很赞成，所以就把那块地盖成了今天的新舞台。大家如果到东区看一看，中信房中信那银行旁边那个很高很高的是银行，旁边灰灰矮矮6层楼，那是新舞台。那为什么那么矮呢？因为舞台大概量子就差不多了，所以剩下的高度就灌到那个银行，所以就两个合在一起就得到了那块地的那个最大使用。那天开始，这会儿是妈妈了，妈妈说乖群你去新舞台。我说不要，我喜欢当台大的教授，然后我还觉得这个从这里退休挺好，然后名声也不错，这个新舞台不知道要干嘛。结果后来妈妈说你爸爸想要做这个事情，那你就去把它好好的做完，因为你们孤家的子孙嘛，这个是你祖父开始的事情。结果一时又感动了，就离开台大。那个时候台大的文学院长是侯健侯老师，他过世很久，我非常思念他。我跟他的认识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我在到台大报道的第一天，他叫我在文学院门口足足讲了3小时话，这也是今天第一次分享。他跟我讲的故事叫做有钱人和挑粪的，然后他告诉我说，顾海群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孩，你跑到这个台大来教书你就要像样一点，如果你不像样的话，我告诉你3代之后你就是挑粪的。我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工作，正在非常兴奋的时候被文学院院长叫去告诉我说，我如果不行的话我那时候非常的震惊。那但是因此我就很用功，所以在戏里表现还不错。对，那个时候侯院长就跟我说，顾海群我上次讲你的事情现在我要换一个方法讲了。他说你要了解台大外文系的专任教授没有人做一半走了的，你是第一个。他舍不得你。所以我后来想想，可能我一生实在是碰到老师还有父亲母亲
给我非常大的教诲。那我大概比较唯一的那个幸运，就是当人家这样子讲我的时候，我回家认真的想，我并不会生气。那这个也是从爸爸那里学来的。我想另外一个含义，我们刚才那个怀群老师跟我们讲的新舞台，原来在台湾本来就有，因为在二战的末期的时候，盟军为了取得胜利，美军是对台北、对整个台湾有相当这个程度的一个轰炸，包括圆山饭店附近都曾经都被炸平过。那么所以呢，这个也是我想郭老先生也是一个不忘本的一个说法，这在您的祖父辈就希望一路这样传下。我想等一下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各位谈一谈不忘本这个精神。我们在谈这个主题之前，我想先请教一下，刚才大姐也提到，我们请怀真女士谈一谈这个顾家，尤其是顾振甫先生这一辈的时候，对于很多的助学非常的这个热心，不但在台湾，在海外，在大陆，从广州到上海都有。我想这方面您是不是请我们怀真女士简单的介绍一下，以及您所参与的一些部分，好不好？家父家母其实都在他们有能力的时候，都会以身作则的做很多公益的事。大家晓得大姐刚刚说的顾光亮文教基金会也是其中之一，还有我们家父城里的和信医院、和信癌症中心，父亲都是以回馈社会的心情和母亲一起。其实母亲从事的公益活动很多啊，甚至于比父亲还要多。那我父亲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推手，就是家母。我妈妈有一次曾经问我爸爸说，他其实是跟我父亲说，你从来都不重视我，我在你生命里都没有分量。我父亲一向是非常幽默的，我父亲就跟我妈妈说，你的重量在我的生命里就像空气一样。所以呢，那就是真的，我妈妈对我父亲来讲就像空气一样，他说你没有分量，可是你不可以缺少。所以这是家母在家父的生命里所扮演的角色。那至于助学这一块呢，家父一向是默默的做，他从来不要让人家知道。那我们真正行善不为人知，也是中国古代的遗留下来的一个典范，也传承到你们的这一代的身上。对，那尤其是在家父往生以后，在他的追思会我们发现有很多人来跪拜，甚至于痛哭流涕，都是我们不认得的。那他们都是跟我们说当初家父如何的协助他们，所以我们也是很受到感动。那至于我自己从事的一些公益的活动，是在最近7年我们到了中国大陆有助学的活动，到目前为止一共有10个学校，学生大概有800位，已经有3届毕业了。那我们以亲力亲为的方法，每一次都去跟他们见面座谈。我们希望培养一个人，一个人，而不是培养，我们并不是只是培养一个优良的学生。所以我想这也是刚刚我弟弟妹妹姐姐讲的，我们对人生的价值很重要。所以这个是家父家母给我们很大的传承。是。那么关于这方面，对于助学公益团体等等，有没有要补充一下？我们郭怀如，你有听障活动啊？那是妈妈的谈谈妈妈那个妇联会做很多的公益的活动。那她的助学上面是做得很彻底，也遍布全省。那他们有一个听障的活动，那帮助很多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做人工电子耳。那他们如果能够在3-4岁以前就能够做这样子的手术的话，他们的听力可以恢复，然后再加上适当的训练与培养，他们可以跟正常的孩子一样生活。我希望有一天慈济的手语的歌
只用于欣赏，而不是真的再有任何人需要用手语来做沟通的工具。好，谢谢你的这个分享。我想顾老生前啊，还包括这个你们的母亲一样，就是他们事实上这一代是可以说五湖四海，这个大江南北，这个是可以说是见多识广，所以呢格局自然就不同，高度也不同。刚才我们董事长也提过，我想能不能够再进一步谈一谈，就是说这一方面，比如说我想就是因为刚才这个顾董事长所提到的，就是说您老太爷希望说很多事情不管在商业的这个场合也好，或在一般社会的场合也好，为人处事也好，总是能够在许多不同的意见当中，我们求取一个大家的一个重力，然后如果有这个重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时候，在一起很和谐很和睦，然后很合力的往前这样去走。我想这个对于几位也是非常有影响的，能不能这方面我们再谈一谈。我给各位几个分享吧，就是我父亲他的所谓高度啊，或者是把这个去异求同，他是非常有趣的。这个我记得上一次来到慈济的时候，是跟这个郑崇华郑董事长在谈环保，那很多人就很觉得很奇怪，你谈你应该是个最大的污染大户，那为什么来谈环保？那而且我们做的还蛮深的。那事实上，这个那个的整个出发，就是因为我父亲看到一则新闻，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台湾刚刚要课所谓空气污染税，那水泥业是第一个被列为要纳这个空污税的一个企业，那他并没有生气，他的反应就是说环保是重要的，我们现在被人家觉得我们是环保大户，那我们就要投入环保事业。